连琳琅天他们都被外面的大阵所困，你能闯到这里倒是有些本事。在下灵动，来这里只是想见识一下涅槃境强者所留之物，并无意争夺此宝。还不知姑娘贵姓？我叫林青竹。既然你无意夺宝，那青竹便在此谢过了。林姑娘请。哼，臭小子，你是被这女人迷昏头了吧？涅槃心都不要了？喂，那你觉得我们有胜算吗？看来这涅槃心是这女人的囊中之物喽。罢了，见识过涅槃心也不虚此行了。想跑？这就是涅槃心。能如此轻易打开涅槃心的封印，这个女人果然实力不凡。你倒是个守信之人。接下来青竹要吸收涅槃心的力量，还望林公子莫要打扰。林姑娘放心，林动稍后便会自行离去。臭小子，那个女人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。那是什么？走，去看看。这应该是墓主的棺材。那这雕像中的女子又是谁？想必是什么值得纪念的人吧。走吧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。等一下，小雕。这次古墓之行也算收获颇丰，青檀的灵药也找到了，
至少也该谢一声这墓主人吧。这位前辈，晚辈也算拿了您不少好东西，给您拜上一拜。哼，谢他有什么用，还不如好好谢谢你刁爷。啊，这写的是什么啊？吾之平生执迷于修行，虽进涅槃却未得所爱，追悔莫及。看来这女子便是墓主所爱啊。嘿，这墓主倒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故吾之所留，须互有情愫方可调和，而执迷于修行者，必获焚身之果。嗯，难道？不像有事的样子啊。你看，他居然将涅槃心的反噬之力生生给压回去了，恐怕没那么简单吧。小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走。失控了。不行，这涅槃之力太过强大，用不了多久我势必会被吞噬。林姑娘，我看此地不宜久留，便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不太妙啊，这女人的眼神。林姑娘，你中招可不关我的事。嗯？难道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涅槃心有问题？不，我也是在你吸收了涅槃心之后，才在那石棺上无意中发现的。灵动公子，是青竹误会你了。青竹留下公子，是有一事相求。林姑娘，请讲。青竹想借公子的元丹一用。这……灵动公子，青竹奉家师之命，今日必须收了这涅槃心，只是没想到出了点意外，还望灵动公子能出手相助。灵动，你要小心呐，若你真将元丹给他，你之前的修为就废了。抱歉，青竹姑娘，这个忙在下帮不了，告辞。灵动公子，只要你能助我渡了今天这一关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损失，青竹定会数倍奉还于你。没兴趣。既然灵动公子不愿配合，那青竹便得罪了。啊！你
生命难违，庆祝今日必须受了这涅槃刑。是何人在此喧闹啊？什么人？你这女子好生凶悍呐，将我的石棺都轰成了碎片。你是幕府之主？不错，不过不用紧张，这只是我残留下来的一道元灵而已。看来你二人是来收取我的涅槃心的。真是一对佳人呐、就是你在涅槃心里做了手脚，这涅槃之力我一人收复即可。哦，这么说来你二人并非眷侣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我说过我的涅槃心必须是互有情愫的两个人才能共同吸收。既然你与这位少年并非眷侣，那这涅槃之力你也休想得到。能有这等宝贝，看来你倒确实有些背景，不过对我却是毫无作用。小子别愣着，趁现在快跑。前辈，请前辈手下留情。哦，凭什么？所谓不知者不罪，希望前辈能放过林姑娘。你与这女子什么关系？我们只是一面之缘。一面之缘？只是一面之缘，你却为何要替他求情呢？我想当初我们也是一面之缘，只可惜造化弄人呐、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林动。好，林动，今日我便要成全你这一面之缘。你想做什么？前辈，前辈你去吧。我的涅槃之力就交给你们二人吧。你放开我。姑娘，我看这位少年甚是不错，何况若不是他今日出言相劝，恐怕你便是要死在这里了。
缘分一旦错过，便会遗憾终生啊。是你呀、啊。小家伙，能得到这天灵古戟，也算你我有缘。看你刚刚在石棺前一拜的份上，我便把天灵古戟的功法传授于你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们会感谢我的。这大阵居然解开了。难道已经有人得了涅槃心？哼，不可能，那里应该就是墓主室所在，涅槃心是不是还在，下去看看便知。走。